徐然，今天给你讲的故事，不允许告诉任何人，听见没？嗯。赶紧去睡吧。 真舒服啊，感觉像睡在云朵里。我的床什么时候这么舒服了？糟了，对不起啊，方总，不会把我扔下了吧？ 方总。 我出去一下，你睡醒了先吃饭，等我回来，不许乱跑。